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我刚刚在那边看那个姚哥的灌高蜘蛛网，结果姚哥居然先给尔南扳手，不给我们扳手，就这样我们就被尔南 ban 掉了。没关系，这里是我的领域。阿、啊、干，好中了！你抽哥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吐了。哎，这个是老师吗？有点像哎，还是那是他真正的账号在玩，不知道是老师还是那个原本账号的主人。气氛之屋，恶魔之房，中二之丸。顶烂阵，海南鸭卡子。现在流川枫已经没有用了，这一版流川枫已经废掉了。只要有公益阿神在场，流川枫就是垃圾。那你们看看我养的这两只狗的威力。主播想剪头发了吗？给自己的十块。主播，请把握机会剪头发。嘿嘿嘿，记得你。只要去新化，新化超级无敌偏僻的。Gotcha, bitch！ 哎。为什么还跳起来？是我开麦吗？下去！哎，有技能又被盖掉了，好亏哦！我两颗技能都被冒掉。被我分担一下进攻，两个人手有点不舒服。有点痛苦，两个人在冒，有点痛苦。买一个冒1.5，一个冒那个0.5，很不舒服。只是都被低估。鸭子不哼。哦，顶难站回来了，各位。有了没？那是不是被我顶出去了？啊，怎么个健康国小生在那边洗屏？而且 Tony View 的系数快，赞！卫生速率也大幅提升，没关系，你打一场就补回来的东西。Take easy， 反正没有压力的事情。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发文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们这些人都说什么顶烂阵很无敌怎样的？你们都不懂我们射手的压力。”干，我真的想从那些人头怼下去。干他妈一直投是需要什么压力啊？操！你们不觉得这些很鸡歪吗？到底是有什么压力啊？
压力在哪？一个箭球就出去了，压力在哪？压力在队友身上啊！到底是哪里有压力？到底压力在哪？压力在谁身上？篮板吗？压力在哪？我哪有压力？啊，不就抖啊抖，抖啊抖，球就出去了。压力在哪？到底压力在哪？暂停。Jump, jump, jump, jump！ 啊，压力在哪？压力在哪？哪有压力？啊，压力在哪？那些说射手的压力在哪？啊，他妈哪有压力？压他妈啦！然后我们都被吃这个吃甲了。压力在哪？压力在哪？到底哪里有压力？他们盖不住先到二段有点惨，我舍不得先到。干，我真的觉得那些人很恶心，在那边讲压力很大的那些人，好恶心。他们怎么踩不住先到啊？先到后仰我都有在帮忙踩，没有理由。那、啊、他不用这样卡到我位置，他只要直接去了一下盖二段就好，其他我都会帮他冒。为什么都还不给我超级啊？感觉我已经很多球了。我记得工业超级不是蛮高的吗？要被赤木绝杀了，要挖球了。射手压力好大哦！干智障游戏，嘿嘿嘿嘿嘿嘿！干到底哪里有压力 ？Tell me, OK？